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山东巧克力实业的孙荣健。我们巧克力啊，在2013年开辟了化肥行业的新品类，叫颗粒水溶肥啊。就是在2013年之前啊，你如果从百度上搜索颗粒水溶肥这个词的话，这个是零啊。但是今天为止啊，你如果搜索颗粒水溶肥这个词的话，已经达到了700多万条信息以上了。这就是我们巧克力为颗粒水溶肥这个品类所做的贡献。我们巧克力呢，从2013年开始啊，就是只聚焦这一个单品，已经做了9年的时间。到目前为止呢，巧克力也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这个颗粒水溶肥的代名词。那么我们巧克力呢，巧克力品牌也会持续引领我们这个颗粒水溶肥这个品类的发展。CAC 首先我们要感谢 CAC 能够提供这么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平台，对我们中国的农资企业来说，这个我们中国的农业虽然在国际上也不算这个非常的落后，也不算非常的先进，但是我们农资行业来说，我感觉这个行业来说在世界各地啊应该算是比较优秀的。我们现在就是缺少这么一个平台啊，帮我们这些农资企业能够推出去。 CAC 呢也是目前国内比较有权威性的这种平台之一，我们跟 CAC 也连续合作了很多年了，并且呢也被 CAC 评为10大优秀出口商啊，还有这个国际影响力品牌。我们以后啊也会跟 CAC 一起啊走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。世界的农化，农化的世界 ，CAC。